啦，呢度又避雨亭啦，喝豆啦，咁大家可以行啦，只窝窝做乜咁霸地盘噶？三分钟内霸两条柱，屙尿屙十次，啊，真系叻啊你！嗱 ，Winnie 姐，开车直行，系。小心后边啊！小心后边架车。443，学斗围避雨亭。佢唔咬嘅，我哋。啊？铁栏行到铁栏前面，穿过经过铁栏绕道而上。你放心啦，唔会行到脚跛嘅，放心啦。系啊，铁栏。咁啊，呢度咧有个位掉头嘅咧，就系呢一个。呢个叫做学斗苗场啊，振兴园艺工程。一路行入去。系啦，必须系啦。啊，呢度有瓦遮头。咁呢个咧，学斗水塘，系啦，学斗水塘。那个位咁啊，附近啲民居啲村落，呢度可以上到去八仙岭、黄山顶一路上，呢边啊石坳山可以过翻去流水响，那个山坳水塘学斗水塘所在地。佢会龟裂噶嘛？有几个人咧，好似人哋啲算命嗰啲龟壳咁。所指嘅系光池嚟嘅啫，冻喺个路边咁样两格嘢。学斗水塘加乐景沙龙塘，可以去翻大埔道嗰边，丁角道嗰边嘅。
上边啊，上黄山、八仙岭。当然啦，呢度唔出沙罗洞，一路去去去，流水响水塘嗰边都得嘅。360度嘅景，里面发生咩事咧？咁啊，清楚交代咯，系啦，咁啊，去翻水塘，呢个运镜就完成啦。呢度韦奕迅径咧第九段当中咧112嘅 number， 韦奕迅径。呢度啊，学斗水塘。我就熄机帮你影相。好，望镜头笑，哈哈哈！嗱，我而家过嚟帮你哋影相啦。